哎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月14号了，年也过了，姐走了，猴哥得干活去了。今天给一个韩国的大哥呀修修树，清理清理院子，因为这活猴哥没有找工人，把我儿子带去，因为猴哥英文不好嘛，给儿子过去给翻译，跟他说话什么的，结账了，干什么活了，我得把我儿子领着。今天挺冷，-3-4度白天，今晚上-9度。哎，今天冷啊，今天零下。今天是2月14号，情人节。情人节。初六啊。初六，猴哥今儿给一个韩国人干活，所以猴哥没有带李大哥来，把我儿子带了，因为儿子给人翻译，修这院子，你看。墙院走一圈吧，但这房造的太。在央和劳伦斯附近，很近，靠近央街一个角落的房子，包括前面这棵树后面的。这前后院夏天会很漂亮，这个房屋，旁边就是 Lawrence 这条街了。我们今天已经收拾差不多了，包括修边儿、砍树、修树，主要是修树为主，修灌木之类的。体感温度，实际温度是9度，体感温度-14度，因为有风的原因。位于央和 Lawrence 附近一个角落的房，属于中城区。这片的房子整体都是比较贵的啊。旁边有很多好的学校，在 Bayview 和 Lawrence 附近，离跑马径那些顶级多伦多豪宅区也是比较近的。这个房子在 Mount Pleasant 和 Lawrence 附近，有很多很多的树要修啊。主要是修树，没有砍树。今天这个房屋周边开始修起，很漂亮啊。屋主像是韩国人，长那么次大呀。房屋檐的这棵玉兰树也修得差不多了，然后还有那棵树也修得差不多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屋主要保持这个玉兰树，因为很漂亮，开花了。它今年是暖冬，它已经结花骨朵了。其实。修完了树周边比较矮的，因为屋主是想保留靠近街那一侧有一个隐私，把靠近屋这侧都修了，然后下面修屋顶的这一片，可能这边有电线要小心一点啊。哦，警察来了啊！不是警察，救护车。靠近马路边啊，会比较吵啊。房檐边的修的差不多了，到时候再给它修一下，就很好。给修完了，装了一些垃圾，树都修完了。看猴哥修这树，把这院也给收拾完了，就是这棵树给它修了。看长到房子上，猴哥还有这棵树，院子猴哥也给收拾完了。
等他主人一会儿来给猴哥送钱来，儿子去买饭去了。这个地方是当趟，这个位置很好的。哎，就这棵树，还有这棵树，猴哥都，这是个玉兰树，猴哥给修完了。好了，这个活儿差不多就是完事儿了啊。好了，今天这活猴哥给干完了，等着这个主人一会儿来，钱给猴哥，我们俩就走了。今天把儿子领来了，猴哥英文不好嘛，这是一个韩国人，好像韩国同乡会的会长吧，他给猴哥介绍的活。猴哥不懂英文嘛，他来清了一圈垃圾。行，看一下吧，带大家看一下。收拾完了，让你收拾收拾。刚才来的时候，大哥都没给我看过，我给你收拾了。这房子地脚很好，别看这房子这么破这么旧，比猴哥房子还贵呢。这房子比我那个房子贵多了，地脚快到当趟了。地段，地段，地段。地段决定一切。这地下室都舒服的。再怎么样，这个得修修。这个修修。就是必须再很多，修一下，给这么修修，这么修。行。好了。前面干什么了？前面修了一个树。这个这个东西树墙也修了，收平了。这个就等到水槽上面，这一块松树都松。反正离房子周边的东西都收拾干净了。好嘞。这个树因为离房子太近了，是不是要砍掉了？车垃圾在这里卸完了就走了，这是一些园林垃圾，不是特别多，冬天的时候卸在室内，那边就是成山的垃圾啊，这就是多多的市政府垃圾场。